花莲县吉安乡是花莲汉人青岛的乡镇。吉安乡公所今年同学费费争取了1000万元的经费，准备要来做南埔客家双年计划。其中土地提起的要100年安居的沿岸八公下，也摆没爱涨。韩国公所亲自爱做位，却爱同八公下的用地整合同边建。再过来，将会做进一步的文化体验，韩国空台共享使用。内地做地下会议记录过，有得要钱，做得再过来做。为了南部客家双年计划，客委会独讨团委员等共去到吉安乡会勘讨论举办的内容。南平府第次有按照沿岸八公庙，系罗跳摆客家移民到当地回顺等案的建制。吉安乡公所正是客委会预算推动南部客家双年计划，就按顺到八公庙向下南移。这个已经做十天了，啊，就摆八公啊，整条八公就做了啦。几多年嘞？哦，那做生意呢，都多了，你看就75岁了。地方自筹款266万呢，都要由县政府全额来挹注给吉安乡。那也谢谢客委会哦，给我们挹注了900万的这样的经费。规划案都是年尾完成，为首长南平客家龙头，老客家电流经验共创两家据点。经过两摆会勘，确定为首长白公庙包含负担偏少，老榕树共创两条宽径。不过因为土地包含国有地到私有地，公所还会整合用地边界老专家意见，本动用客家文化性格共享创维，客家合福岛采提使用的四 Q。差不多有6分2梯了哈，你这个八公占某一分梯了哈。我们是希望说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哦，就会损八公的管理委员会哦，因为协会成立了以后，我们才可以跟公所来申请做土地的分割啦。在微某活动中心啊，土地公庙就会依照活动中心的概念，还拜为。漳州嘛，该福气站啦、长照中心每周的。受到吉安乡公所委托该规划公司表示，在提防老独土屯一间修建计划提报之后，最近因为除老工厂冒出事，完成万年完工，吉安乡该客家文化顺利起点也会很卡完成。客家新闻王小琪发电报道。